这位巨星是谁？来把它翻出来。 陈奕迅，林强，到底是谁呢？请当事人破此，能不能再来两个？哦，陈小云，也不是，我知道，陈大天，费玉清嘛。 来，我们先来欢迎费玉清，俊逸的表演。攀登高峰望故乡。 珍惜你锦绣。
唱歌真好听。欢迎收看费玉清的轻音乐，我是费玉清，好久不见，让您久等。好久不见，真好听。这个很久啊，没有拿起麦克风唱歌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费玉清的轻音乐里面，当然又重新加码邀请来一位，这个是我的重量级好朋友。谁？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好久不见的陈小云。哇！哇！好漂亮！嘿，好漂亮啊！哎呦，小云姐，小云姐，小云姐啦！嘿，好精致的长相哦。繁华的呀，多西，安怎安怎？天光闪闪西，闪闪西。我跟你讲，俊逸哈，讲真心话，那歌真的太唱太会唱。我个人也很喜欢听林俊逸的歌，不过也今天哈，这个刚好利用你这个模仿，是我才赫然发现啊，对哈，费玉清先生已经离我没有啦，没有，还没有，隐退而已。不是，离我们远去，他离开演艺圈了，封麦了，封高大哥。封麦啊！钟宪，我在上面的消息是你会比他先到。我没空。这不是吴棍那边吗？我也觉得蛮像吴棍那边的。这怎么又来了？这三张是哎，这是新的作品吗？谢谢。谢谢高大哥。是。哎，背景一阵凉，是哎，整个都凉上来了。谢谢。我的有一年，后面是举牌女郎吗？有毛病啊！有一年呢，上好的那一年，就是那一年。好看好就好了，看好就好。上好的那一年，谢谢高大哥。他拿个板板上来，结果还冲到C位。有一年，然后因为我都睡沙发了，高大哥刚离开没几天，哎，沙发，哎，我突然间就梦见隐隐约约啊，高大哥坐在我的沙发旁边，另外一个椅子上就坐在那边，钟宪。他叫我，然后我迷蒙中没有开灯嘛，就电视微弱灯光，大哥，哎，怎么了？钟宪，我是康康啊！喂，不用吧？这样你也要讲？不用吧？没事跑到我家来干嘛？我是康康，你就不能按个门铃？连家里钥匙在哪里都知道，直接就进来就坐在。对啊，因为他想要看他模仿的像不像嘛。不用那么辛苦。他这唱名叫《雄鹤经》。雄鹤经。人生呢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前世挂心头，年年都是好时节。好，雄鹤锦鲤来盖小姐的。疫情三年，大家都闷得很辛苦。是啊，他从今年开始，当你东西雄鹤锦鲤。我上一次发片是9年前，这么久吗？但是因为可能中间你一直跟不同都有表演。对对呀，这么美好的声音，结果那9年才发专辑，这个所以这9年就是一直都在写歌。然后虽然这是我的全台语全创作专辑，可是这个音乐呢很不台语，很不台语。它是给一张不可能有英式摇滚吧？有雷鬼吗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跟 Masca 有合作吧？有
吗？就是刚好跟玛莎有合作。怎么可能有雷鬼乐呢？这灵魂乐不可能吧？有都有，有这么多种。R&B 有吗？不可能吧？R&B 有。那民谣你不可能会吹民谣吧？怎么？民谣当然有啊，不可能演唱会吧？说不可能，还真的有可能，真的有。该不会在九月吧？对啊，他刚好在九月三十号中秋节。该不会要办演唱会吧？就是九月三十。哎，你不是刚办过吗？啊，对。哦，是。你是不是调不过来？千里之外，高大哥跟我讲过，周杰伦的偶像是高凌风，然后他千里之外是要跟高凌风唱的，对。然后全部的他认识的朋友，还有唱片公司、经纪公司都举双手反对，所以后来他才找费玉清。哦，今天来看这件事情，他找费玉清是对的。哦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走大哥，到底你慢走大哥。是不赢的，对呀，啊，所以你看呢，今年就是改变了过去九年的时间没发唱片，怎么可能？没关系，现在来了，好不好？最棒的林俊逸，而且我唱了真正就好，对不对？生命中，但还是要斜杠。我觉得又来了，哎呦，钟宪，我刚刚的访问没那么长哦。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？前辈都很计较的，很计较。听说林俊逸有出一首歌，很适合康康唱，叫做《Limna Limna》。哎哦，哎帮忙 Q 呢？哎，还帮忙 Q 这首新歌。他看不下去呢。对，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打断他，还觉得说我们访问他不够长。那前辈怎么不够长？聊一聊你当年怎么出道。太长了，是的，比这个专访。来带来这首《Limna Limna》。Limna, limna, limna, 一起喊吧！